老公，老公，大白天红色的，天2.5够高，快帮我关窗户。好 morning。我最喜欢大白的地方就是它的灯号显示，因为它的灯号显示非常的明显。南部的空气品质很糟，我家之前有一台空气清净机啊，是没有灯号显示，那你完全不知道它现在的空气品质是怎么样。但是大白第四代灯号非常明显，一目了然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调整成睡眠预约，灯号也会熄灭，风速会调成最小，非常的安静，在净化空气的同时也有非常安静的睡眠品质。第四代大白还有一个独家功能，就是这个486团购独家的驱蚊功能。像我们家的小宝宝啊，他的皮肤白白嫩嫩的，很容易就是蚊子的目标，而且他被叮到很容易就是肿一大包。第四代大白有个超音波驱蚊功能，可以看到外观有一个蜂巢标示，它就是透过这个地方发出超音波干扰埃及斑蚊，睡觉时打开这个功能就不怕小宝宝又被蚊子打扰咯。第四代大白除了可以过滤5大有害气体之外，还会释放500万纳米离子在空气中，尤其在这个疫情敏感的时候，除了净化家里空气，还可以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长，对小朋友和家长都觉得非常的安心。再来是二氧化碳监测系统，紧闭门窗久了，二氧化碳浓度就会上升，很容易觉得头昏脑胀想睡觉。透过第四代大白的二氧化碳监测灯号，可以了解家里二氧化碳的浓度，适时的提醒你开门窗让空气流通。为什么大白要在486团购买？因为它的超音波驱蚊是486的独家功能，其他通路都是旧款，所以要买最新的大白第四代就要上486团购。